key, keep it softly spoken, with no strings tying you to me. I'm happy in your company with no emotion, 'cause my love deserves to be free. I never wanna look at a house in the garden, I never wanna lock you down. I know you're not mine, it's just my turn, but we can still have fun for now.Told me you don't really do commitment, trust me, consider your message received. When you said you couldn't take us too seriously, I must admit I was relieved. 'Cause I never wanna play happy families with you, but I like having you around. 怎么呢？满满的一桌，桌子已经放不下了。哎，食材真的超级无敌多，而且其实今天人很多，也是礼拜天的晚餐时间，人超多，然后秋天一定要吃螃蟹啊！满满的一桌，我们要先开动哦，吃饭，用餐。
想念。那你喜欢多姿的话，可以多拿。巧克力，要来一个吗？阿爸，你想吃，喝一口。都来一个。
真的已经吃不下。真的。那是点了。杯糕的杯糕超好。特别哦。又烂烂的吗？我想要的是这个。这个是黑糖糕。黑糖糕，哥，你都只有抓到我的口罩。黑糖糕。你怎么知道？莫晴。当然要。对啊。那你切吗？我想要大一点。切，好奇怪哦。再一点。你要吃吗？哎，你们你拍一下，自己切，准备太奇怪了吧？好好，这样。这样，嗯，然后一整条过去是没有了，一半。好奇怪了，他付的应该是刀子，不应该是叉子啊？怎么那么奇怪？哇，我刚刚一直看着他了。对，你现在镜头一直都是对着他。不好意思，够大块了吧？嗯，好，可以。你说想要吃这黑糖糕哎？好好好，黑糖糕，黑糖糕，先不要。我先那个。哎、欸，我想要是原味型。哦，好像很好，好像很好。夹一块就好了，夹一块就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吃。对，刚刚那样真的太可怕了。这是什么倒了？好，放地上。这边啊，百香巧克力，巧克力在哪里？没有。但我没有问，我想要这个。哪一个？这个又是什么？好，不管了。看一下，哎、欸，放拿不出来，黏黏的算了。熟人香柠蛋糕，黑芝麻抹茶，不对，抹茶还好。哎、欸，蝴蝶巧克力，咖啡大礼盒，伯爵巧克力，冰心柠檬，黑森林，很弱，我知道，但是就是我就好喜欢吃黑森林。这两个好像长得是一样的、欸。对啊。其实是一样的、欸，其实是一样的、欸。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去看那边，那边。这是舒芙蕾什么？这边是那个，这边是舒芙蕾松饼，这边是舒芙蕾做的那个。供应时间，每人每次限10份。舒芙蕾，这是要加个热的吗？需要呢。热的吗？不是哦。对，我要这个焦糖烤布雷，就是再拿一个盘子，你这给我。小家囊，不要太大口，不要挖太大口。对，挖这边啦，这样才有焦糖。你太大口了吧？小口一点，不要太大口，小口一点啦。好，算算算，都不要咬太大口，就怕我咬这么大口。一个就好了吧？你要吃吗？要吃再夹吧。要啊，要，但是一个就好了。我只会夹一个啦。好。还有，鸡蛋糕要不要？好饱的。啊，那不要，那不要。垃圾，不要吧？对啊。也不要了。饼干，哎，看它这个是饼干，其实看起来蛮好吃的，看起来蛮好吃的。但是，哇，这边不是。哎呀，这很用心。我们今天吃到超级撑，我们在那个汉来的天母店，就在那个天母SOHO这边，坐公车就我是坐公车就可以到了，但走路大概走3分钟就到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相对上交通上是蛮方便的。然后他们buffet的那个真的很多选项，真的很多，但是我觉得蛋糕真的普通，所有的就是甜点里面，只有我觉得焦糖布雷是最好吃的。其他就然后海鲜是蛮新鲜的，然后肉类也不错，有因为真的选项太多，然后就又是我觉得建议啦，来吃这种buffet啊，就是找大胃王一起来吃，找大胃王朋友一起来是最最最划算的。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啦，等一下不知道是走走还是去看电影再决定。什么突然结巴？对，吃太饱就肚饱，眼皮松，但走一走应该会好一点。好啦，今天先到这，然后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我上片通知。我是凤，我们下次影片见，阿妞。